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 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。后来，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，都是废物。 信什么狗屁如来？不如我自己来。既然未来，为何不拜？ 坐着大宝，正是为迷途之准备。你且进去，误伤一物。
这笨货也被那老贼抓到了！这大豹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殿下，先杀出去再说。 终生之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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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Yeah.